你们已经成功递交了林可歌唱大赛申请书，今天起直到林可歌唱大赛举办的那天，完成好任务就能获得很棒的道具哦，旺旺。第一个任务，寻找乐器吧。小林，我们的扫帚里面已经注入乐器的音乐了，现在我们一起去找适合你的乐器吧。第一次亲眼看到扣扣管家真的是太帅气了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。哈哈哈哈，那么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请的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因为黑暗家族的存在，这里也将渐渐消失。啊，这里以前可是充满音乐和欢笑的地方啊！哼，老旧的乐器们又不能演奏，都是一群废物。你们该待的地方是垃圾桶。悠悠，哎，你干嘛把好好的乐器扔掉啊？又要掺和进来，因为没用，所以要扔掉啊！别多管闲事了。竟然敢说我多管闲事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林可王国的小林公。哦，林可家族的小林。哎，悠悠，好久不见，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干嘛这样呀？看来你们三个是一个队啊，真是太合适了，包子三人帮。闪开闪开！喂，我是一个家族的。怎么这样撞人啊？哎呀，回来！好了好了，哦，音乐蝌蚪，我小时候经常玩来着。
克等，你太无理了！啊，音乐克等，你怎么了？啊灵，世界上所有的乐器声音都是有价值的。当乐器们能够一起发出和谐的声音的时候，魔法世界才能有最美妙的声音。没错，音乐蝌蚪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是有价值的。对我来说，充满回忆的音乐蝌蚪的声音才是最有价值的。哼，小灵在说谎，都是在骗你的，音乐蝌蚪。的声音啊，配合得非常好了，咱们的团队合作真的是太棒了。不过还是希望这里能赶快恢复成从前的彩虹旋律。你看那个星星，嘿嘿，好厉害呀，好厉害，好像我们耶，好厉害。下集预告。